扮托海飞车白五米冲灯，托海练车梗系型啦。不过香港人多车多，乱咁飞车好危险噶噃。YouTube 流传咗几段喺大埔公路同吐露港飞车嘅片，真系有几惊险得几惊险啊！双白线照咳。连咳三条线都得，有对头车照咳可也。马路上漂移亦都得，红灯梗系冲啦，继续冲添噃。睇嚟佢哋好嗨咁，一路飞车一路嗌。不过几时影嘅呢？唔知噃。有专家估计，佢哋平均时速有成154公里，即系话用2分20秒就行晒6公里啦。不过观塘绕道最高限速80公里啫噃，咪即系差唔多超速一倍。一日拖住 brake 嘅话，成日拖住咁咧，你快速嚟就减佢两弯，所以个 brake 咧就过热啦。过热嘅时候咧，就使到个 brake 嗰个效应就降低嘅，可能行先冇 brake 嘅。警方话唔会容忍非法赛车，会跟进事件。呢度唔系秋明山，系香港啊！你估真系打机咩？想扮托海留翻赛车场啦，唔该，撞咗车累己累人啊！